那家老爷们在家里洗衣服吧，看看俺家胖哥早晨几点起来？四点半起来遛完狗啊，接着把衣服给洗出来了。洗完我们输进了。哎呀，还真勤哩。哎，不是，今天你那全牛这不全牛仔裤了，全开这个裤子了又啊？还来我凶你了，你喊喊正这天我穿牛仔裤，这裤子多好，它透气有弹性，它不鼓身子，穿牛仔裤它出汗。姐妹们，这个鼻子速干裤你还有没拍的吧？没拍的赶紧去拍吧，厂家剩的库存也不多了，咱这个卖了好几千条了。他是给咱做的是三方面料的，防水防污防油，穿到身上之后透气性也特别好，并且是男女同款的，从90斤然后能穿到270斤。这个裤子咱穿的时候弟弟干个活，这说句实话的，然后又凉快又舒服，然后它弹性也特别大，透气而不透肤，冰凉而丝滑，像这种天气出了汗之后它还不粘身子，这个地方还给咱做个拉链，放个手机，放个钥匙都可以。腰的话给咱做的是这种高腰的设计，后边还给咱做的是提臀的设计，姐姐们哈，腰扣有一个紧扣，一个平角的，喜欢什么扣拍什么扣就行。这个裤子赶紧去拍吧，姐妹们，收到之后满意就留下，不满意直接返回来，都给咱姐妹带上线线的。